大家好，我是小钢炮。今天逛了一趟集市，到超市里面买了一个这个自煮火锅啊，这上面写着不用插电也不用烧火的，不用烧开水的，一杯冷水即刻食用啊。这种火锅以前我在网上也看见别人吃过，所以今天我们买来尝试下，看效果怎么样啊。把它拆开了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。让你看，哇，这里面一双筷子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粉条，哎，粉条一包，火锅伴侣啊，这里面应该一些配菜吧。哦，有竹笋、土豆、莲藕、木耳、海带，还有几个蛋。酱香罗汉肉啊，下面是什么？哦，还有一包那个火锅底料，油油的好像是。这个怎么吃的？看一下说明啊。好像。这吃什么？弄来了。挑嘞。起火锅，来来来，起火锅，起火锅。这个姜切点。加多加水的。哦，好像把那个。这个加热的啊。把这个放进去了。哦，这个是假的，这十分，哎，自热十分。那这里面加水啊？加水，先加水。等一下，你先把这个先搞起来，不然你等它那个温度没有了。好。先加火锅底料。这是什么？这么简单？这么大一包？我都没吃过。这火锅底料放下面是吧？那就加菜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粉条。粉条。这么简单？嗯。啊，这里面是配菜，这个好像是肉。罗汉肉。罗汉肉。这个装不下了。装的是。装哪？装哪？这几个蛋可以。你们吃过啊？我都第一次吃。我也没吃过。我看那个吃过，我是网上看见别人吃过。哦，就是这样。可以了，然后里面也加点水。这里不用加水。加一点药。那你要加水吗？要加一点吧。加一点吧。它那个底料呢？还有。你加一点啊，应该。可以了。然后这里面加水。嗯。加了。加多少？加了。加嘛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把这一杯水。一杯水就够了。闷起来。盖着了。这边盖着就发热了，是吧？垃圾别乱丢。要等多久啊？这上面有没有写？15秒。等的了。5到10分钟。耐温120度。它还冒气出来的。说明都没看也是。看一下。5到10分钟。这里要15分钟。这上面写。15分钟。好了，我们等15分钟。冒烟了啊！我现在震动了，好像震动了。在里面咕咕咕的声音听到没有？来吧。有温度了的。有温度了啊。嗯。香嘞。这个是高粱。这个当筷子也蛮好的吧？这一双筷子真的。真的有个的，没有缺了。真的有个。往外面搬，往哎呦呦，好烫好烫！你去搬啊！烫了烫了，开了的，翻一下可以了，翻一下再盖一下吧。可以啊，是可以的。
应可以吃，应可以吃，这都这么热。可以吃。嗯。快吃一个了。吃个蛋、啊。你先吃一个。你先试一下能。我过五分钟再吃。啊，烫。可以可以，快吃啊。可以了。嗯，好烫的。搞个啊。哟呵。你看我家的狗狗来了。过来。那、啊。吃个海带。吃肉了。吃肉总共都才。摸着吃个屁。总共才这么一点。嗯，全部都吃。啊，给你上一块吧。罗汉肉，吃个罗汉肉。这是牛肉嘞、嗯，这是牛肉嘞啊。可以啊，搞两碗饭了，差不多。嗯。嗯。哎呀，嗯。嗯。那这个看，看我吃啥，吃我的吃。你怎么这么开心？这就是花椒嘛。啊。嗯这没有了的，搞了土豆了。这块都我吃了，这还有一块，还有一个。没了没了。撒糖。就没了。太快了。没有没有。不够吃啊。我们三个一下就吃完了。两个人还够。两个人应该差不多够啊。一个人又多了。垃圾食物。一个人也够了。嗯。装牙齿，都能吃的吧、嗯？我觉得这个。到野炊到野外去的话，可以带那么两盒。这个不是垃圾的，装起来，该吃了该吃，一起丢嘛。就在那里烧了，悄悄尾悄悄，我问你还要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行，还可以啊。嗯。